相信咱继续来关心，为了扩大关怀沿海地区的弱势民众，绿林事务银行头一届甲陕西吴波永安宫合作办理端午关怀送物资的活动，嘛伫在永安宫成立事务银行，就因关怀陕西地区需要帮助的民众。伫五日节前，绿林事务银行头一届甲陕西永安宫合作办理五日节关怀送物资的公益活动，而且来辅导成立乐善事务银行。就近关怀在地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啊，这是麦当劳的餐包，啊，这是大的，因应端午节呢，我们两个呢，我们的副主委他们的总干事呢，大家全力的一个帮忙之下，我们第一次呢，照顾了30户的脆弱家庭。那么游乐林呢，结合了我们社区一起准备了端午应景的粽子。还有呢，我们家里所需要的白米、面条、饮料、酱油，然后来帮助他们。那期待在未来每一个月呢，我们就会透过这个我们未来的这个乐信食物银行会进行访视，然后由我们总干事还有我们的副主委进行访视。每个月我们希望能够确实的照顾到县西乡这些弱势家庭。啊，因物资发送，甲一般唔是一边。伊每一个月拢有，啊，诉求就是讲，一个家庭你需求是啥？你处理正经需求的物件，吼、哦，啊，甲一般一年一遍，吼、哦，啊是讲久久啊一遍的，迄无同，伊这是长期的关怀，吼、哦，啊，伫咱遮呼吁就是讲，你有能力，你有认同的，互搁啊侪人感受，啊，咱社会温暖，嘛欢迎讲你家己，就是赞助咱乐信银行。啊，千五块会当来挑选我需要的，比如讲哈，我有需要讲哈，爱食饱的啦，哈，面包啦，比较现成的，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希望说他们可以配合彰化县政府，要了解是食物银行，嘛爱给因编经费，给因资源，吼，每一个社区以后拢是哦，唔是干啦，算晒咱有保这个社区尔，甚至咱有十八个社区会当拢有，吼，咱这个较艰苦人有需要的，拢会上去领。洪玉文理事长表示，这几年来，永安宫拢会赞助发货葡萄品，到乐林食物银行，双方长期合作下来，乐林食物银行也鼓励伫永安宫设立新的据点，就近来照顾在地需要到三江的家庭，将温暖传递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台中华新闻叶宏武，陕西采访报道。